大家好，我是旭哥不侃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《三国志 Kingdom》。好，旭哥接下来分享这游戏啊，官方认证 T0 最强的手抽阵容啊，开局可以拿到最强的 T0 神角，像是吕布、貂蝉啊，然后黄忠这些神角。哇，这个吕布武力直接拉到满哎，然后各种技能开局直接拿，真的蛮爽的。最快速就可以拿到了，然后最多礼包嘛，加上隐藏版的需要。然后最爽的这个连手抽啊都不用说啊，直接爽爽拿起来，真的超爽！最强的手抽阵容，最强的角色，跟着旭哥拿起来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，我们开局呢可以选择魏蜀，那貂蝉呢推荐我们选吴果，因为多送我们500的。好，来啊，多送我们就选啊，一定要的。当然还是以资源为最优先嘛，不管怎么样，资源给的最多就最 OK。来，取名字了。看起来开局的福利蛮多的，他这边都有写什么七日狂欢啊什么的。我是老手，大家可以直接这样，可以直接跳过，有没有？直接拿这些奖励哦！我看到吕布，然后黄忠、貂蝉，各位观众，直接选这个我是老手，他这个可以直接拿到所有的奖励，貂蝉啊这些都可以拿，爽啊！有没有超多？开局的福利真的送很多。好，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最全最多组的礼包嘛，还有隐藏版的序号总整理啦。那我们首先呢，点画面右下角一看，更多这个选单点进来之后呢，在画面的右下方有一个系统，系统点进来呢，在画面的下方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这边有一个兑换码，兑换码就是礼包码，然后这个序号点进来，在画面中间就可以输入了，这边。输入这个 VIP， 然后666兑换，有没有？就领到很多奖励了。刚 VIP 777来，有没有？白银沙漏、黄金招募令，然后还有军械片碎片，然后这个军需自选箱。接下来是 VIP 888，来换起来，有没有？黄金沙漏，然后极速行军、木材，还有生铁，超多啊！999看看。哦，有没有？这开局就可以领到那么多，刚刚领了一堆。接下来画面右上方呢，有这个奖励，有邮件，这边有所有的奖励哦，这个超多的，你看，好几十个奖励都是这个信件，我们就领起来吧。这边有1800黄金，他送了很多呢，黄金沙漏，然后黄金科研令、黄金招募令，然后行军啊，然后还有这个嘉酿、金尊、吕布、貂蝉，然后锦囊、军需自选，然后兵种，还有产业自选，哦哟，这个给超多的，有没有超爽？开局就给超多啊，来。接下来呢，左上角也有很多福利，一起领一领吧。有活动福利，然后一般的福利，每日礼包，先领。有没有这个？然后还有七日狂欢啊，这个就是说我们通常玩游戏嘛，有登录七天，那第一天可以领到吕布。通常玩新的手游都会有这个七日登录啊，就鼓励你多玩。像以前玩什么少女回战什么，就是他都会送你 U 啊什么的，所以这个每天登录的都可以拿到吕布，还有这个神威碎片，然后自选箱这些东西，还有这个红色的史诗英雄自选，有没有？可以选像是貂蝉、郭嘉、张辽啊、孙策、孙尚香、甄姬、贾诩，还有马云禄，这个送很多。好，所以送了超级多啊，然后活动一样都很多可以领的。许愿啊，领黄金啊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是有一些手厨的活动，手厨会送我们的赵子龙、赵云，
蛮爽的。好，旭哥来分享这游戏官方认证啊 ，T 零最强的手抽啊，最强的神角阵容。那其实只要玩游戏呢，他就可以免费拿到了，算蛮爽了。这个吕布 T 零最强的神角，可以看得出来武力，还有这个统帅都是最强等级的，武力直接拉到满了100，统帅94。然后这个开局呢，也给你很多碎片，你可以直接把它升星升到满，算是很不错。你看，那开局就给那么多啊碎片，然后一直让你使用，你就可以一直把它升星上去。像旭哥现在就已经升到快要五星了，然后这个军阶啊什么都可以把它升上去。给的非常多，然后英雄的技能啊，像是神威啊这些的。神威的话呢，是联合我军前方发动攻击，然后英雄连续攻击两次，然后他的这个武力啊非常的高，吕布嘛武力还有统帅很高，造成了这个前军伤害值，所以算是 AOE 的输出，然后武力高于对方还会有额外的造成15%伤害，而且吕布的武力是最高的、啊，所以一定是要使用，非常好用。他和赵云呢都有神威这个技能，最强等级，而且哦。还可以就刚开始就直接把这些技能拉满，真的蛮爽的。还可以就是把这些技能都练满，啊，跟貂蝉呢也有这个羁绊和琴技，开局就可以领到这么强的神角啦，真的给的蛮好的。你看吕布啊、貂蝉啊、黄忠啊，都是给好用的神角，而且他都可以把这个开局直接把这个技能都拉满。那貂蝉的话，魅力100，然后智力91。统帅78，武力56，哦，貂蝉武力还有56啊，好笑。他可以跟吕布开启这个无视防御，上升15%，也可以把技能就是都点满，不错。然后这个升星，因为刚开始给我们很多碎片嘛，我们可以直接把貂蝉升星升起来，也给的蛮多的。好，这个就是官方认证的 T 零最强手抽阵容，然后还有像是黄忠，我们刚开始也可以用，统帅92，武力96，然后智力80，魅力78，刚开始一样是可以把它拉满，这个还有神威啊，帅气。开局的这个角色都很强劲啊，开局直接拿吕布算蛮屌的，很少有手游这么大方的。好吧，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这边啦。这游戏开局福利真的不错。好，然后这个有带这种 MMORPG， 然后有经营策略养成，然后抽转蛋啊什么的，真的看起来蛮爽的。好，大家就是可以线上啊，把所有的好礼都领起来。那今天攻略分享到这边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。我们下一集攻略见了。